我今天的心愿是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帮助这些孩子们。你说出这样的心愿很感动，因为我就是希望像我这样的孩子，更多的孩子能够看见希望。好，那看看我们今天幸福观察团的成员会怎么帮到你啊。如果人生可以按模式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你就是经历的是最艰难的那种模式，经历了病困、父母的离异，再到后面还有至亲的离开，但是一路也碰到了很多善良的人，帮你改变了你的命运。那我蒸蒸薯条，为了你这个美好的心愿，愿意助力1000元。那今天不仅仅我们四位这个嘉宾送出了祝福，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专门为你来到了现场，他是谁呢？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，来，请开门。你好，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我是华安慈善的负责人。我叫王志斌，听到了王鹏的故事呢，我们就是确实非常的感动，我愿意呢代表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呢，把他的心愿发扬光大。所以王鹏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规划，跟他商量，让他帮你实现，多好的机会，就这么说定了哈。好的，好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是吧？没问题。我也相信在未来的生活当中，你的这种力量，这种爱心会不断的传递下去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希望。也希望王鹏以后的路越来越幸福，也收获一段属于自己真挚的感情，好吗？我们再一次把祝福送给王鹏，也感谢王先生，谢谢你们的到来，谢谢王鹏，加油啊。王鹏的经历让他更加懂得被帮助的温暖，一份善心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我们也希望王鹏可以把这份珍贵的爱心传递下去，温暖更多孩子的心灵。